全民向前冲，由吉林帅通魏派品鉴中心冠名播出。从优秀到领袖，从精彩到喝彩，从权力到胜利，为中国豪华 SUV。 全民齐上阵，快乐向前冲，欢迎您锁定吉林电视台收看大型体育娱乐游戏节目全民向前冲，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今天的体育委员刘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群人，平时的生活他们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只要在我们发生危险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抢险救灾的身影。不管是在这个火灾的现场，还是在抗震抢险救灾的第一线，他们都会争分夺秒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说好要敞开心去面对，小宝贝不气馁，我们为一个圈，今天我们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来到了武警吉林省总队直属支队，为进一步增进军人家属对军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支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军体运动会。
特别兴奋，从毕业之后就没参加过运动会，然后支队组织一次运动会，特别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参加运动会。全总队的特战金刀铁拳属于我们的。平时训练主要训练一些什么科目呢？我们除了正常的体能科目以外，我们有像平时体育，我们爆发训练，100米、400米，然后有短距离的爆发，然后像长的5000米呢，属于活动身体的那种。3秒左右吧，应该是。您代表哪个中队出战的呀？五中队，我是五中队中队长。你们是您的五中队。来，五中队。您是中队长。对对，是我。平时咱们主要的训练科目是什么呀？主要是以咱们实战化训练为主。主要以这个防爆队形啊，包括这些基础体能训练，还有擒敌术啊，包括一些应急方面的一些训练。我们的口号是今天不见，今天不见，志比今天更二年。比赛成绩怎么样？还行。大概预测自己有多少秒？12秒多。那咱们是哪个中队的？我们是机动三中队。对，你们对于这次运动会感觉怎么样？感觉这是一项比较好的一个体育项目，然后也是我们政治工作的其中的一项比较好的工作。然后在我们大项任务比较多的时候，在这个项大项活动的话，给我们战士非常减压，然后也能提高我们战士官兵的这个集体荣誉感、团结力。您是代表哪个中队参加比赛？特战2中队。特战2中队。是。老家是哪里的？老家是山东济南。那
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呢？我是第三年兵，还没回过家呢。还没回过家？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家人说句话吗？想。就是希望在家的父母然后身体健康，不要在这担心我，我很好，一直都是自个照顾自个，也还有中队的干部领导，然后身边还有战友们都一起，身边相互帮助。您是哪个中队的？焚化中队。焚化中队。防化中队。防化中队。防化中队。是。老家是哪里的？延吉。吉林延吉。那很近啊，离长春。是。多长时间没回去了？新兵，半年多。半年多。是。对于咱们这次的运动会有什么感受吗？非常有激情吧，部队运动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氛围好，竞争力强。巍峨长白，朝挺松江，大美吉林，华丽诗章。总有一段征程让人砥砺前行，总有一股深情让你爱上家乡。过去五年皆为续篇，未来五年方显华章。三个五发展战略聚焦振兴，东中西三大板块乘势而上。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走进全省地市州县，精心推出大型特别报道《美丽家乡》，看一方热土的蓬勃生机，听人们心底的梦想诗章，看咱家乡美丽绽放。我是机动三大队机动七中队的。那您家是哪儿的呀？我们家是辽宁本溪的。那你是从辽宁过来的？对，专门从辽宁过来赶参加这个聚会呢。也是一个聚会，其实也是一个运动会，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更是说这个家属与这个部队心连心，这个这么一个过程。那您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呢？我得有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是，对，您是特意来支持他的，然后也来自己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哎，是的，是的。感觉怎么样？感觉挺好的，因为怎么说呢，救人挺不容易的。作为家属呢，应该是做好咱们大后方，一样做好这个保障工作，让他们能说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首届军体运动会啊，我们的主要考虑就是为了响应习主席提出的强军兴军这个目标，我们部队是为了打仗做准备的，我们主要是通过运动会这种形式来提高我们全体官兵每一个人的这种军事技能，要让我们军人成为社会崇高的这种职业，让所有社会人都了解我们。我们想要社会了解的同时，先让我们的家属了解，了解我们军人，了解我们的部队，看看让他们把他们请过来和我们一起来参加活动，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军人在部队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的老公在部队都干些什么啊，这样的话能更加的理解老公，更加的支持自己的。你自己的老公是军人，特别的骄傲。向前冲，来九九。
湖南的。湖南的，家是湖南的。嗯啊，那您作为军嫂，能理解他平时的工作吗？能，有时候也会耍一下小脾气了。您最长时间没有回家有多长时间？一年多，将近两年吧。两年的时间。嗯。那时候想不想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咋说呢？有任务的时候只能舍小家为大家。老婆，你辛苦了。不是很多，不是很多。那今天看到了我们部队官兵另外的一面，然后是不是也更深入的了解了你大人？对，平常总觉得没有时间陪我，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确实是。有什么想对您爱人说的？没什么，就是感觉他也挺辛苦的，因为我毕竟在部队一周也出不了几回。多长时间没回家？老家。快半年了吧。那最长的一次你们不能见面有多长时间？啊，有一年了。有一年的时间。对对对，一年的时间没见面，特别特别的想他吧，也没有办法，这是职责在这儿呢，所以只能这样。那最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爱人是多长时间？不了最长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啊，我这个不算长，有比我更长的。那怎么理解这个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就是相互理解吧。理解。其实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自己在家脾气也不好，他也很理解我。相互理解。对。有什么想通过我们节目对这个爱人说的吗？就是感谢我爱人在我那个对我工作的付出和理解和支持。军功章，有一半以上就是他的功劳。是因为他的理解和支持，然后您的工作才能这样完全付出，是吗？是，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军嫂几年了？一年了，就结婚一年了。对。那这一年，作为你这个幕后的支持者，有什么想对妻子说的吗？感谢他的，在家挺不容易，完了带小孩，我儿子刚两个月，就是都是他自己，挺不容易的，感谢，谢谢。还有什么想对家里人说的吗？家里边，就是当兵离的家也远，父母都在也在外地嘛，回的时间也比较短，就一年。家是哪里的？沈阳的。沈阳的，我看您爱人眼圈已经红了。就是今年经历挺多的，心酸的是吧？是是。对，去年我俩八一的时候拍的婚纱照。八一的时候拍的。对对对，就比较有意义。去年我俩在济南，今年才来到常州这一块。平时能走进军营的机会多？没有，这是第一次。就是我挺兴奋也挺激动的，我就是从小就有个就是当兵的梦想，但是没有能实现。但他替您完成了。对，嫁给军人我觉得我挺高兴的。这是就验证了这个军功章的有他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是不是？是，我就觉得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吧，军嫂，但是就是还是觉得自己还是挺自豪的，成为一名军嫂，很骄傲，是吗？Thank you.
胸膛。离军营最近的是我，离爱人最远的也是我。虽然我们相隔不远，可仍是两地分居，难得见面。你曾告诉我，我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愿意为了它赴汤蹈火。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军功章啊，有我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机动支队的明天离不开我们的无私奉献，也离不开你们的默默支持。您辛苦了。